非常简单，我们现场来挑选角色，而我呢会设定最初的场景，由两人分别进行表演。在表演过程当中，我会随时的发出指令，逐渐加入一些突发状况，并且增加人数的表演。各位即兴发挥自己要表演的角色和故事走向，台词你们自己设定，冲突你们自己设定，一起来进入一下你们的脑补世界。在这里我要规定一下，我们所有的表演区域就是在这个舞台前，哪怕比如说我说下楼上楼什么的，你们都在这个表演区域进行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请工作人员将我们的角色卡交给我的手里，然后交给你们来自行选择。来，我们的角色分别是什么，给大家念一下。我们角色分别是职场小白 A， 领导 B， 保洁阿姨 C， 小女孩 D， 精神医生 E， 偶像 F， 助理 G。 你们要选择什么可以随时跟我说，我就直接把卡分给到你们，你们的角色就是他了。直接抽吧，抽吧，盲抽是吗？对，盲抽。好，看命运。那我就直接让 D， 然后你们直接自己分，好不好？来，从现在开始往前递，递过去。就是边递，你留一张，对，对，你可以拿一张，盲选一张，就依次盲选过去。然后一会儿我说三二一的时候再一起亮相啊，先不看，来。不要过早进入角色啊！一会儿的时候再准备进入角色啊，做好准备。什么东西啊？看了吗？可以看吗？好，来，一凡已经露出了一个困惑的表情。各位一起展示一下你们抽到的角色是什么，请把牌子展示给大家看一下，放在胸前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来。我分别看一下各位抽到的是什么，西林是小女孩 D， OK， 赵月抽到的是偶像 F， 然后接下来一景是职场小白 A， 卓璇是精神医生 E， 接下来是内内是领导 B， 然后接下来是歇宁保洁阿姨 C 到一凡是助理 G， 保洁阿姨，好。各位快速想一下，你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场景，会和谁相遇？一会儿很简单，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说在公司场景里面 ，A 和 B 在这里面在干什么？这个时候 A 对 B 做了什么？剩下的事情你们自己来延展，你们想干啥就干啥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直到我说下一个指令，比如说我说好 B 离场 ，C 进来，然后你们就开始进行演绎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我们往后退一小步，往后一起退一小步，好的。接下来表演区域就在你们正中央的面前，谁表演谁就来到这个表演区域。我开始退场，各位做好准备，首先登场的是角色 A 角色 B， 请进入表演区域。这个才尴尬，你们两个我们的表演区域是在公司，这个时候 A 工作不好被领导 B 给训斥了。你可以用泰文。嘿 ，OK， 我知道了啊。中英泰三国语言都可以随机切换使用。那我用中文也可以。好。泰文骂我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一景，我看你的工作了，真的不行。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对不起。你看一下，这个是你做的吗？对不起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卡，对不起，没有说停哦，继续演哦。你这对不起我啊？那你想怎么样吗？那不行了。这个时候，突然公司广播传来 ，A 被升职成为了 B 的领导。She's your leader. I'm your leader now. 不好意思了啊。我做的不行是吧？那我觉得你做一个行的给我看看啊，去吧。但是这个我做到最好了啊。什么哪里有问题呢？你告诉我。你不是说我做的不行吗？那你去做个行的给我看一看啊，去吧。好的 ，A 非常生气地把 B 推出了公司的门口，然后 A 离场 ，B 失魂落魄地离开公司，在门口撞到了保洁阿姨 C，
保洁阿姨 C 要登场了。谁撞了我？谁撞了我？要撞到我是吧？来，内内要撞到 C， 内内要撞到保洁阿姨。你说我赔钱？被逃犯了。内内还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？注意坐姿，注意坐姿。警察，警察啊！我好像看过这一集。对不起，阿姨。在那个反差门看过一模一样的一集。来嘞，为了糯米鸡。这集我也看过，这集我好像看过。我没有钱了，我离开我公司了。离开，那你要赔钱，我好疼啊！没有钱，好疼啊！哎呦！看到内内这么可怜 ，C 决定公布自己的身份是集团董事长。哦，这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，小钱，我是董事长。什么小钱？在说什么？小钱，我是董事长。其实我告诉你，我一直在埋伏在公司当保洁阿姨，埋伏来当卧底的是吧？我觉得你挺行的，刚才你的那个骂你的领导他不行，我一会儿把他给辞掉。哎，你回我的公司，我做主，我是领导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个时候 B 兴高采烈的回家会场，然后 C 在楼下偶遇了自己离家出走多年的女儿 D。 哇，下车走。女儿，是你吗？妈妈，小西，小西，你在这喊妈妈。小西，你怎么走了这么多年？你去哪了？你告诉妈妈。因为你当初虐待我。什么？你当初虐待我，我才离家出走的。这个时候 D 突然对 C 说，游泳健身了解一下，原来 D 同时是健身房的推销员。游泳健身了解一下。这位女士，我是你妈。啊，我看您最近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，所以我觉得吧，就是你跟我一块去健身一下。所以你当游泳教练了是吧？也不是，我只是帮他们拉那个什么。突然一冲过来拉开了 C， 对 D 说：“你怎么又从精神医院里跑出来了？”你怎么又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了？哪儿？这个 C 赶紧撇清关系，快点离场。醒醒，孩子。一，看这个钟，看这个钟。我就懵了，啥？我说谁？一要慢慢把弟引导回医院。走，回医院。你看着这个钟，你跟着我，看着这个钟，是不是想睡？这段时间的不开心都随着这个钟离去。好的，弟成功离场。这个时候 ，E 在医院门口遇到了自己的偶像 F。偶像来了，偶像。偶像，这小妈真的是、啊、没有配合照。你这脸皮小点啊！哎呀，你脸上怎么有痘痘呀，我偶像啊！此时传来一声惊雷，E和 F 的灵魂进行了互换，咔嚓！你谁呀、啊、你？呀，你是？我的粉丝吧，那个精神科在那边挂号，小姐挂号要挂号哦。这个时候，这突然迎面走来，对 F 说：“老板，我已经把你全部的资产捐给了慈善组织了。”什么？谁现在是？啥？你要对 F 来说，谁是 F？ 我是 F， 但灵魂互换了。是的，你要自己排清楚这个顺序。他已经把你全部的资产。哟，这不是我助理吗？你是，他是，你让一下，老板有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。行，你的资产全被我捐了，做慈善了。为哪班呢？啥？为哪班呢？要有爱心。活了这么多年，没做过啥好事。我要多做好事，对不对？一件好事。感恩你们有这份爱心。感恩的心，感恩有你，一起集体来谢个幕吧。无语，无语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没有被尬到，挺尬的啊，挺尬的，对不起，尬到就对不起了，我也代替出题组向各位道个歉啊，原谅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，大家当个笑话啊，剪剪 cut 来看一看，希望各位看得开心就好。